处理好。他进前哦，我逐个月都会来这拜拜，求神明保庇你，会当早一日倒转来。那你以后逐个月哦，我拢陪你来这拜拜，求神明继续保庇咱李家啊，过一品。那可不是你有鬼，像你多好，才拄着伊。陈龙才多红心啊，伊心内就艰苦的。做事也在想，地主你有鬼，伫这要甲做事也忏悔，过去我所做的代志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过去做过伤多歹代志，才会让阮陈龙代替我受罪。伊会遐尼早就往生，伊才会用这种痛苦病才能往生，来结束伊家己的生命，拢是我害。这都是我害的啦，我害的，我害的啦！这都是我造成的，是安怎成龙会有我这种爸爸？是安怎？伊要代替我受到惩罚，都是我不对，都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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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我不对，玉桂啊，都是我，你坐下啦，你怕你家己啦，来来，先去啊。玉桂，起来，是我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做犯罪不对的代志，我真正，我真正不知道是安怎遐尼离谱。你若真是要忏悔，你都爱改，莫阁做出一挂违背良心、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！刘英啊，是的，我真正无迄个面哦，看到恁阿母，阿母我即摆已经受到报应，公司无，囝无。今嘛，我辛劳苦苦一个人，我真正不知影我活伫咧这个世间，阁有啥物意义啊？提公伯啊，啊你归去哦，嘛甲我带走啦。我听无啊，我嘛无想要继续活伫咧这个世间啊。你来啊！快点起来，来，你醒来。来，阿姐姐，现在是每天都睡不去，眼睛若开，都要想起阮家陈龙。我这样打拼一世人，拢想着你，伊即马已经无伫个啊。我着想起伊自我少年，甲你想起到即马，到底是为着啥？我相信陈龙伫个天顶的，一定嘛希望你会当平安、平静过日子，莫想伤济，先当去休困好吧。有影，是的。之前我甲小梅联手设计你，做遐尼卑鄙的代志。我实在是足后悔的，看你要安怎惩罚我，我拢愿意接受。
有请。有请。是的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敌人，从来没想过要安怎和我跟你斗阵。我起码我实在真后悔啊！假使我那是把你当作是亲兄弟，无得到即马，我就唔是孤单的一个人。不过按照讲，咱拢是兄弟啊。只要你若是真心悔改，阮家永远拢欢迎你回来。玉珍，你真正不免哦，对我这么仁慈，过去捌做遐尼多唔对的代志，我哪活做是你？一定考不得我这个卑鄙的小女，赶紧离开你的人生啊！永远卖过来瞧瞧，阿西啊，我是来走。小鬼。你不是有话想要跟伊讲，无想要顾虑我，我帮你讲。阿爷，咱拢已经吃过这种会所啊，若是耍赖，搁要继续荡来荡去，互相怨恨。咱的人生会足痛苦的。你若是真心悔改啊，我愿意把你过去对我所做的代志，拢甲放下。玉姐，感谢你，有够啊！有你这句话，有够啊！我还当了解。你是个囡仔，心内一定足痛苦的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。即马无人需要我，只要我莫甲人添麻烦就好啊。你若安尼讲啊，不管安怎，咱拢是兄弟啊。无你到有一天，咱会当甲较早同款，互相扶持，互相斗相共，做伙。替你家事业咧打拼，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我会用这个一边啊？哎，会啊！我哪有迄个面，搁当个一边？你知玉英，伊嘛无可能会答应。我当然无可能答应，他过去。你对阮所有人做的代志，我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放袂记的。当然啦，我会慢慢仔放下，尽量莫跟你计较。啊，不过你真正要好好反省。我知影。那是会当得到恁阿母的原谅，对我来讲。就好，我感受着，我阁继续活在这个世界，至少阁有淡薄仔意义。哎呀，你千万唔通失志，一定要好好活落去。玉姐，多谢你啊！想当年咱少年的时阵，
你做总经理，我做副总。虽然咱两家啊不是最好的，但我至少嘛替一片创造真侪奇迹。啊，这么年，你十几年拢过去啊。刘姐，你爱珍惜你身躯边的人，尤其是爱感谢你的太太。因为你这世人上大的福报就是有用，我想来走。早知影安尼，当初是想怎做遐尼侪歹代志？即摆看伊害，遮尔啊凄惨，虽然看起来足可怜的，啊，不过当初是伊对大家做遐歹代志，伊的下手嘛足凶，你知影无？